注重健康饮食的人都知道，食物纤维对人体非常重要。食物纤维能够改善便秘问题，帮助控制体重，预防心血管以及糖尿病等疾病。那市面上有许多标榜着含有高纤维的加工食品，但大部分都缺乏维生素、矿物质以及各种营养元素，所以摄取高纤维的天然食物才是健康养生之道。源自植物细胞壁的食物纤维可分为两大类，那就是水溶性与非水溶性纤维。而专家建议呢，成人每天必须摄取至少30公克纤维，要做到这一点其实非常轻松哦。贵夫人生机精华萃取机 LS3000 型号，配置首创电脑 AutoCAD 设计的6片式钢刀，运用超高扭力的马达，快速细致的切削食材，因此食材不会变质。全自动操作系统确保在60秒内完成生机饮食调制，以避免蔬果氧化。柠檬果皮含有丰富的挥发油，俗称精油，却属于木质性纤维，人体难以消化。有了贵夫人生机精华萃取机，萃取柠檬皮以及柠檬种子的营养过程只需要10秒钟哦。一号萃取网的功能就是把人类无法消化的木质性纤维隔开，研磨过程只需10秒就能喝到香浓且营养100%的柠檬汁。使用一号萃取网，你也可以调制马草汁、七宝汤、八珍以及十全大补汤等药膳。安全升级的断电设计让使用者更安心，而且外形也非常的时髦哦。今天就选购一台贵夫人生机精华萃取机 LS3000 型号吧。健康养生之道，贵夫人最知道。感谢您收看 Hi Sewing 生活好品味。想进一步了解贵夫人生机精华萃取机 LS3000 型号，请拨打全国免付费热线1800882369，或浏览 www.ladyship.com.my。低速转动，不导热，生机萃取食材中天然纤维素，冰的、暖的，什么样的食材都能保留住最原始的营养。贵夫人生机精华萃取机，100%还原食材精华。